2个小时37分钟啊！你开的也太快了，我可是第一次从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一路开下来。走，带你去玩好玩的。你拿的什么？冰激凌啊？原本的计划是租一辆皮卡，装一车雪运到沙滩，并堆雪人。后来改变主意了，一是因为这个时间点，山顶上的雪太少；二是因为。 装一车雪，冬天太大，要是被你提前看见了，就不能算惊喜了。装的不多，随便玩会儿。快点！哦哦，对，这雪一会儿就化了，我快帮我一起把它堆起来，堆一个雪人。 这样化了怎么办呀？你帮我一洗吗？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，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宠爱，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，不再离开，一起面对平淡。 去实现没有实现的诺言 ，Falling in love， 两颗心好勇敢，去跋涉最远的山和明天。 怎么了？该吃吧。没事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了？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那么多人看着。 开心，开心死了！想不想吃冰沙？冰沙？对，这里的菠萝冰沙不错，我去买。 Hey, two pineapple ice cream, please.
你怎么弄的全是沙子呀？别动。在想什么呢？怎么不说话？在想你。我想带你在周边逛一下，晚上我们去看星空。看星空？对。我们坐旋转木马吧。好，走。我自己走吧。你刚睡醒，别打扰。